那上一次我们是了解到所谓菩萨的含义，这个菩萨也就是我们从凡夫发大心要觉这样子的人，要修行而称之为菩萨，基本上是有上求佛智，有下化众生的悲愿。那在这里面，当然菩萨在修行的时候都是从凡夫地开始的，这个种性是菩萨。那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有菩萨有十种，有分种性入未净、净未熟、熟未定、定跟一生最后生。那我们一般来讲开始在修行的时候是一个概念，就是概念我愿意接受佛陀所教导的这种哲思，所教导的宇宙人生的真理，这样来接受这样的概念。所以呢，这个时候杂染同存，就是我们清净的心曾经扬起，可是我们有世间的想法跟习气，这个心念里面呢还没有办法很稳定，所以啊，未得净心就是只有种性而已。我们的心常常在一种负面的冲突或是逆境里面，可能就没有想到要度化众生，没有想到这个对方就是我发愿要度化的众生，我应该修持菩萨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个德目，可能没有。当时呢个人的对立啊想法又出来了，那只是说我曾经发心的时候那个种性，就是我是有那样子的资质，这个叫种性而已。那如果发心真实在修学了，就入了，就是你真实的，你上求佛智，下化众生，你真的很积极的在做，那就是进入了菩萨的行经。进入也不是全面入，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是所谓时间里面呢交互交互的，在世间法，在自己的杂染习气中，跟在菩萨道上，有些时候交互交叠在一起，那这些总比没有在修行的好很多。那这个地方呢，如果说已入而未达净心地，已经有在修行了，但是心还没有完全很清净，没有关系，这是一定的。我们不能说哎呀，我的心不清净，所以我不能发菩提心，我不能当菩萨，不是，这是一个正常的走向。这个时候称之为未净，就是还没有达到清净而已，并不是说你不是菩萨。那这个当然就是从我们凡夫地开始，但入净心地称为净。这个净心地在佛法里面，菩萨的修为里面，它是有一个很奇特、很特别的一个分野，也就是证得无漏清净心。那这个为什么会证得无漏清净心呢？就是你真实在修行的时候，你会回光返照，你常常会去省思自己内心在看待众生的时候是把它怎么来解读。如果把它解读都是污秽的，那都是对我不好的，那都是来挑剔我的，那这样子当然你的心永远只是在是非中。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我该修的是什么，我能够帮助众生提升的是什么，那这个内心呢，它不是跟它对立的。我们修行人来讲，发心的时候也要经过非常多的调教呢。自己发心，这是自己刹那之间的心，它不是恒常的，要成为恒常，这里面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接受调教。我们接受佛给我们的讯息，我们接受所谓一些古大德给我们的一些办法的指导，还有呢，我们跟众生相处的时候，就是众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有哪里不好，这个还是接受调教。但众生需要我们的地方，也就是他需要我们给予办法调教他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当仁不让，我们当然是积极而行之。所以这地方互相互之间呢，
相互之间来来往往，来来往往。但你的心呢，一直是干净的。这就是你在行菩萨道里面，你到底那个起心动念是干净的吗？一直有维持的上求佛智，下化众生吗？一直有无为的心，愿意广结所有的一切缘吗？这就可以检核。当我们人在修行的时候，难免有世俗的知见，什么人在你的眼里，他的行为的点点滴滴，我们都可以来作为一个借镜。好的就是学习的，不好的就是教我们不要这样。这个就是菩萨在修行里面，从未净地要达净。那所谓的净，在经典里面，净心地它是有一个分野。他说十地菩萨的初地，也就是欢喜地，相对于地前解行，我们不是有解跟行吗？解行跟住未证清净那个来讲，这个地方已经不一样，它能够断离烦恼，所以烦恼的缠缚，烦恼的缠缚不再有，所以证得清净解脱，也就是欢喜地，也叫净心地。如果已经契入了这个，就叫登地菩萨。那登地菩萨，你怎么可以办到呢？也就是我们有愿，我们有愿，我们要行愿，我们起心动念之中，它并不是夹带的世俗的东西，或是怀疑、揣测，或是嫉妒，或是不满，或是负面的批判。因为众生总是有你看不惯的。这个十法界里面啊，比如我们凡夫众生，光一个众生里面就有脾气，就有想法，也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素行不良的习气。那这些你怎么来读？总是借镜修啊，那看你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内容，来决定于你真正清净的心与否。所以如果说已经净了，入了净心地，称为净。如果净还没到毕竟地，就是我们清净，有些时候你是有清净的心，可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智慧不够，不能够很圆融很圆满的把这些事情做好，这个还是叫未熟啊。虽然清净，可是智慧没有发展出来，你可能没有恶念，可是这个东西呢还是没有很圆满的，那这个叫未熟。那如果入毕竟地的时候，智慧也有，那这个地方圆满呢，这个叫熟。熟者未入定地，称为未定。这个熟呢，还要加上禅定的功夫，有的是很稳的，有的是在状况中，在某一些时段里可以，有些不行。所以菩萨在修行，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定所发展出来的智慧，是不是纯而熟而恒常的常住，去向佛的路径？已入定，这叫做定。那如果熟了时候，又称为又有分啊，一生乃次第得无上菩提，还有最后生乃此生得无上菩提，也就是此生呢圆满三大二生奇劫，而能证得果位。这是上次我们在了解这个菩萨。那对于名相里面所介绍的这种，我们要把它化为实质上，我们生命里面日日夜夜，不要讲日日夜夜那么长，我们在讲起心动念，这个行住坐卧之间，端详你自己这颗心。有些时候啊，修行人看起来是比较安静的啊，表态上面也比较少。那以世俗人来讲啊，这些以世俗的人来讲，这些或许不是很高的分数。但以修行人他在回光返照自己打理内心的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修行必定要有的基础。它并不是浮动的。那这个我们来看的时候，有些时候
不大能够习惯。那这个上面举个例，那有些时候呢，就有人会反映，他说啊，这个师父，我们觉得有你们一样是修行人、出家人，我们就觉得有两种不一样的味道。他们说什么味道？我们还以为什么味道的味道。他说哈，有一种师父啊，非常的热情，然后你来啦，哦，好久没回来了啊，你们最近怎样？嘘寒问暖。就是非常的热情招呼。他说这种道场去的时候，我们就感觉真舒服，菩萨道场这样。然后还有一种人，就是比较宁静的，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就笑笑的走过，然后这样飘飘飘飘这样子。我说那这种人你觉得怎么样？高深莫测。那有些时候就会自己用自己的角度去衡量，那根据自己的种性去喜欢自己的喜欢，这样。我说这个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说什么叫对，什么叫错。这是种性，还有你修为本身它走的路径。那你想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组合，有人是这么热情的招呼，有人是可以这样安安静静的，安安静静的，是这样子的摄心啊，这样子过日子，那你自然就会有你相应的地方这样去，就是这样。那有些时候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众生嘛，众生对任何的修行人都会有要求的，他会有一个指标，他就说有些时候啊，就是久没去，那师父不认得自己了，名字叫错了，心里很不舒服的。好，被叫错了，心里很不舒服啊。所以一般来讲，众生需要的是一个嘘寒问暖跟热情的招呼。那有些修行人，他比较进入到这个禅定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缺乏这种东西。那你说他真的在领执事承担的时候无力道吗？其实也不尽然。那这是看众生的眼睛怎么看嘛。那修行你就要不怕，你就要不怕，因为你如果今天对这一群人很热情，明天你又进入禅定当中，你另外一群人来也跟耶稣那里那么修那么练，你很麻烦。众生就是这样。那我们修行里面，他自然这样慢慢的走，慢慢的走。那世尊所教导的办法，我们都好好的去遵守它，这样就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菩萨摩诃萨。刚刚讲菩萨，那摩诃萨有什么不一样？摩诃萨就是这个发菩提心，要上求下化的这个菩萨，他有愿，他愿是大的。行大，他真的有去执行他，有去行愿。如果我们愿而没有行的话，那不是一种空吹包机啊，不真实嘛。他愿大行大，度众生大，就是他真正在度众生，而度众生是无量无边。我们说看到了众生，我们怎么度？不是一对一呢？以佛教来讲，以佛陀来讲，你任何事情在做的时候，你的心量都是无量无边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你一样在布施一块钱，你一样是一碗一碗饭，可是你的心中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免除苦厄。虽然你的因缘现在接手的只是一个众生，可是你的心呢，它是无量无边的。那凡夫的心就是一样是一块钱跟一万一样是一碗饭，他可能说今晚我给你吃啦，可怜。这个是因为相状上贫富比对的，我高我给，跟所谓菩萨他那个一样是这样的动作，可是他的心量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真正度化众生的时候，是在那个每一个当下具足圆满那样广大的心跟深度。如果你具足这样而真实去愿，真实去行，真实去度众生，在生命里面不间断，无间休啊，不间断，那这样子的众生呢，是世间诸众生中最上，不退其大心，这个心不会退，这样叫摩诃萨。我们说这个心容不容易退？自己生的小孩跟你吵架，你会不会作切心呢？会退刹那。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这个关系，应该我们很了解，父母是这样不断不断的给我们。可是有一天，如果你自己跟你的长辈有一点意见不合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个念头说：“阿伯给你钱啊，或是以后不恭敬你了，你不值得我恭敬。”会不会刹那这种心跑出来？最亲最亲的上下，难免都会有，但不是真的退，因为那有关系法在，你终究还是继续下去。但菩萨他没有退，他不会在任何的现象里面啊，我歪好回来，我被遗弃了，或是我付出不被看好了，或是我损害了，我受伤了，这上面转折，这个转折能够确定而不变，那个种性是稳的。那种性稳的时候，这个退心啊，这个退心要经过千锤百炼，可能有时候刹那之间又觉得不行啊，这是我执我见，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怎么这么懦弱脆弱呢？于是再发起精进心，这中间一定会发生。那这个心要越深越宽越广，最后真实是不退的。所以我们如果在处理事件上面，都常常要重申自己的意愿，要惭愧于自己受到了指责，要惭愧于自己不圆满的地方，要感恩众生的成全，这里面都是每个人真正要懂得的内容。修行里面呢，这个心是要把握的，它不是说你表达你多好多好多好，你用嘴巴去说你有多好多好多好，别人有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这跟真正的功德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是一个言辞，那是一个言辞，而真正是你端看自己这个心跟真实有没有利益众生。那这个《天龙八部》里面啊，里面有讲菩萨摩诃萨哦，里面还有个世间的国王大臣，国王我们当然就知道一国之首啊，国王是在传统的这个佛教或是因果论里面都讲，为什么会成为国王？是前世有受持十善戒，所以此生才能统领国土为人中王。那过去呢就叫天子，诸天会保护，所以叫天子。那这个国王大臣，那当然就是大臣啊，不用再解释。婆罗门跟居士啊，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为什么要把婆罗门跟居士提出来跟大家研究研究呢？这个在佛法里面它是非常基础的，天龙八部就是法会里面参与的众生。但是婆罗门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形式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六页里面有补充。婆罗门其实是印度当时四姓的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跟首陀罗。那婆罗门呢，就是净行、梵行、梵智、成习，印度四姓里面最上位的僧侣，也就是他们一样是修行人的，他可以接受教育，为古印度一切知识的垄断者，自认为印度社会里面最圣的种姓，
也就是知识水平最高、最尊贵、出席，哎，就是这种被尊崇的身份。那刹帝利呢？刹帝利跟婆罗门一样，有受到人的尊重，因为他是皇宫贵族，就是王族，这是世袭制度，不是像我们现在是选举制的啦，哦，以前是世袭的，你出生在这样的一世袭家庭，哎，你可能就要成为储君，那以后这个国家就交代你来掌理。吠舍是一般的工农商的阶级，也就是就是百姓，百姓的工商人士这样。首陀罗是被人使役的奴隶，也就是你出生是所谓奴隶的家庭，生出来的小孩，那你注定就是要当人家的奴，就要比较低贱的身份，这是不平等的。所以当时世尊呢成佛之后，他就打破的种姓。所以世尊的弟子里面呢，婆罗门的啦、刹帝利啦，啊，到首陀罗，也就是持戒第一的优婆离，他以前的剃头师，他就是首陀罗。那在这里面，四姓一样是均等的，他看的是佛性，他不是看你世间的身份。那真正得到的，就是在佛的大弟子里面，还有得证的这个大阿罗汉里面。不少是低种姓的，但很多很多的这个种姓里面呢，它不干系到我们的佛性问题，那是每个人因缘果报所落的那个依报的社会地位。那婆罗门的一生有分四期，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模式。第一期叫梵行期，有的念梵恨，八岁就师，就是八岁你就开始学习。学习婆罗门该有学习的经典教育，还有所谓仪轨。其后十二年学吠陀习记仪，所以他有他们的所谓他们的经典呐。吠陀就是你要祭司的时候应该要唱诵的句文、经文等等。然后到二十岁的时候，这些都要学会。之后呢，回家去了。叫家住期，因为传统的社会里面结婚生子嘛，还要经营家庭的所有的事业，所以家住期返家结婚生子，祭祖灵，迎俗物，就人家来请，那你就要去当祭司，或是说啊什么什么样的节庆啊要祭天啊等等的这些，那就要请这个婆罗门来主持。第三个期叫做临期期，年老的时候哦，你看这个要放得下。年老的时候，家产让子啊，这个遗产呢，还没有遗啊，就主动把这个家产让给儿子来管理，然后自己呢栖居树林修苦行，专心思维入宗教生活，就是退休了后呢，好好去修行啊。退休了之后，把这个家产啊事业交给孩子去，那孩子也是一样婆罗门啊，他就是家住期嘛。然后你真的去清修去了，还要思维，专心思维。所以当时婆罗门也有很多是非常精进的，婆罗门很精进，他们一样是有落法，有一些仪轨的。那第四叫顿世期。绝世俗之执着，披初衣，持水瓶，游行便利。当然，这个顿世期跟临期期两个是合并都在修行的过程。也就是他世俗的这些东西，他思维，他知道他有所执着，他放不下的东西，他真的要杜绝它。所以穿的衣服很简单，持水瓶，游行便利，一样过着这婆罗门的这个一样僧侣的生活。甚至是托钵啊，一样的。所以婆罗门在印度也是修行人。那世尊呢，他有遍访96种外道，遍访96种外道里面很多很多是婆罗门，每个人修行的办法是不一样的，他思想理路是不一样的。那遍访之后，世尊就有讲，他说讲说有两种理论，道里面有两种理论，它是很
很就近的，跟佛所体会出来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是吻合的。所以人要如何开发，会透过不同的模式，那不同的模式适合每个不同的人，但是他精神领域，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道理的体悟，可能会根据他学习的基础有关系，就是他世俗的思考模式、价值观，那这是一个世俗走向，也不能够完全切割。但世尊呢，他是从有漏的修行，就婆罗门的所有的修行办法，他都遍访遍学，他在苦行零六年了。后来他彻悟的时候，他当然所了解婆罗门的想法，所哪一个派、哪一个派、哪一个派的啊，这种外道的想法，他都真正深入去修行，真正去思维，没有办法解开真正生命的那种瓶颈，直到他夜睹星空，大彻大悟，他才融会贯通，所有的道理涌现在前。那这个当然就推翻了他前面外道的这些理论，但是这是过程。那今天我们还要来了解居士哦，在场听法的有这么多人呢，现在讲的都是看得到的人。比如当时的现场可能有什么居士呢？文殊菩萨啦，还有阿逸多，也就是弥勒菩萨啦，还有贤护长者子啦，什么什么什么菩萨很多。那看得到的有国王、大臣、婆罗门跟居士。那之后等一下天龙要差人非人，那就是看不见的啦。看不见的我们等一下再谈。我们现在先来聊居士。我们不要小看，不要小看自己开始学习的这种心态。所谓出家人，他的前身一定是居士。没有你出席的心都是出给人啊。就是你要发起我真的要修行，居士为其基础啊。那在印度四姓里面，吠舍种的富豪或在家有道之士都可以叫居士。也就是你权位有钱有势，德高望重，这也叫居士。但这个居士在佛教里面他比较不采取这个。他主要要讲的是说在家有修。那当时呢，因为因缘福报的问题，有的在家有修的居士富可敌国。富可敌国，那他对于佛教跟对于这些的供养长期的护持啊，那是非常有利的一群。那这个居士啊，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去想什么叫居士。在中国也有很成功修行很好的居士。佛教中的居士跟古来所称的长者混同，就是有些时候他会混淆。那居士一般来讲就有权有势，跟你怎么样很有修，很有修的。在维摩译记慧远大师做的里面，他有讲居士有两种，一是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就是他很有钱，哎呦很护持，那这种两个合并那最好，要不然就是很有钱。第二个是在家修道德高望重的居家道士名为居士，这个道士不是做塞公那种道士，只是说行修行菩萨道这样的清修的人，在家清修，这样叫居士。那后者就是在讲，哎，你在家没有出家，可是你真实的在修清净的泛恨呐、自己的这个德养各方面真的有在修。佛教中的居士讲的是这个。那在经典里面有出现的，就印度的维摩诘居士、贤护长者子或是贤护长者，这个都是在家菩萨啊，这个是居士。以在家菩萨的话，我们称呼他就称呼为居士。那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居士呢？很有名，入藏就是到大藏经里面都写出来的居士有，那里就有了，有介绍我国梁代的傅大士，北魏的刘谦之，唐代的李通玄，这是在家人哦。可是他们的著作、他们的修为，在藏经里面有写出来。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啊，在座的
居士大德，我们要以没有办法出家，那我们好好修行，我们真的要去学习，这样修行是有所成就的。这个富大士啊，大家都听过嘛，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富大士，他的本名叫富系，是南朝时候，那就是梁代，那梁代的时候他有分南北朝的时候，南北朝的时候他有分很多小国嘛，就南朝的时候的梁代禅宗著名的尊宿。那这个人呢，他字玄风，号善慧，这是后来自己取的，所以又称善慧大士、富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商居士，反正他有很多的称号。那这个富大士当时跟宝智禅师很有名，宝智禅师就是做那个梁皇宝忏那个宝智禅师啊，他共称梁代的梁大士。这个富大士他原来居在渔村，那渔村呢，就大家一起捕鱼，可能是天生的宿世善根呐。那他每次拿到这个鱼笼里面有鱼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鱼笼放到深水里面，然后就说：“欲去者去，欲止者留。”啊，要走你紧走哈，你若唔走，我就给你提起来，安尼啦。好，那大家都觉得这些人不带，或者说奇怪，干嘛这样子？反正他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姜太公啊，愿者上钩，不愿者回头。那他是已经捕到鱼了啊，放到水里，欲去者去。那你的因缘果报，你要不去的话，那我好享用啊。这样的，那这个16岁的时候啊，这个富大士啊，他就娶了一个老婆叫妙光，刘氏妙光，生了两个儿子。到24岁的时候，这经济有来呢。到24岁到沂水，当然就是那个地方的一条这个河，到沂水去取鱼。适逢胡僧松头陀，就是达摩，他去碰到达摩祖师，他在那个地方去捕鱼的时候，碰到达摩祖师。那当然达摩祖师会为他讲说一些佛法。这个时候你看他多么立根器，碎器渔具，他这个渔具钓就捕鱼的啊，这些东西他不要了，他就不要。那一个人都到乌商县嵩山双筹树下结庵，他就到一个地方去，两棵很大的树在那边，就造了一个很简单的茅棚，然后自己要在那边修行了，自号自己称双林树下当来谢托善慧大士，自己就给自己一个封号，我就是要这样修的。当然他有体悟，所以他自称由兜率天公来说法，他自己敢这样说，他说我是兜率天公下来说法。日常营作就是白天呢，他还是参与正常应该做的事情，夜归行道，那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好好的精进苦行7年，他还是真正的修苦行7年，那自谓得首楞严定，所以他在修行的时候，他有得首楞严定，那是无漏大定，能够通儒道典籍。因为他本来是怎么样，偷嗨郎捕鱼的人，在那个时代大概书读的不多，可是当他开启智慧的时候，他就能够融会贯通于世学，就是儒学的东西，或是道家的，以前道家有道德经嘛，那这些他都能够融会贯通典籍，当然还包括佛学。那学徒就慢慢慢慢的多，那自己很精进很精进，不惜生命。他一辈子做过很多的事，那我们就不再解释，我们只是在告诉大家，有没有这样精进修行的在家居士？有，
而且真的有成就。那这个傅大师他最主要修行的理论，他用天台一心三观，他对一心三观有独到的领略，用三观四蕴为其心要。后来呢，他在几岁的时候，在73岁的时候就是成太建元年四月的时候，他就把弟子召集过来，然后跟弟子说说话，你们要好好怎么精进，怎么样啊，然后结跏趺坐，两腿一盘，入寂入灭。古德在修行上面的正量，在修行上面都真的有展现其所谓善事啊，真的是能够作画，这是傅大师。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修行人？有，他是西元497年到569年出生的这个傅大师。那这无非是要鼓励大家，出家是要有因缘的。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要开始修学佛法、听经闻法，我们真的要去把握自己这颗心，那在行住坐卧里面慢慢去修正。我们说做到多好，修到多好，都还没有很好啦。在家人有在家人好多好多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出家人也有出家人该遵守的东西，也是在修改磨练当中。也不是说出家了之后马上就是佛，早得来，这里面只是意愿上不同，所处的环境跟他要遵守的方向不一样，但内涵呢要掌握好。那我们再来看北魏的刘谦之，这刘谦之是个阉人，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知道哈，他是个太监。那个刘谦之呢，他是北齐啊，那这个讲北魏啦，有的讲北齐，有的讲北魏的内侍。那这个内侍就是他是太监，他侍奉三王子。那这个王子呢，非常的虔诚，学佛非常非常的虔诚，他就专门礼拜文殊师利菩萨这个王子啊。那这王子非常的精进啊，一日要诵这个佛号70000遍，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有一天呢，这个王子就到清凉山去。清凉山是我们中国传说中文殊师利菩萨在那里示现的地方，就是文殊道场。他到清凉山去，然后呢，他因为非常的赤诚，所以燃身供佛。他这个王子，他王位什么都不要，他真的赤诚燃身供佛，在塔前烧身供佛。他烧身供佛，因为他是他的内侍，他是太监，他随时在侧。他看到之后非常的震撼。当然，那个朝代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我们现在不鼓励燃身的，燃脂燃身什么都不鼓励的，那个是那一段的时候。然后他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他看到这个王子的赤诚，他感动，他想说佛的经典真的有这么深的道理吗？然后当然他在这个王子的身边呢，也稍有接触，于是他就给皇帝写了一封，这个修了一封书禀啊，禀告这个皇帝，跟他说：“我想留下来好好清修，能不能允许我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他日有所成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帮助众生。”我是没有把偈子念出来了啊。这个皇帝就允许他，于是他就在清凉山。那清凉山他就真的很精进发愿，然后精进7日行道，7天。你说七天应该也不长吧，
你真的七天里面都没有动其他的念，这么赤诚，这么专注，真的有他的相应诶，感应道交。弥陀经不是讲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你命中时，阿弥陀佛现在七前，七日，他是精进七日行道，其请文殊。因为这个三王子，他是就是礼拜文殊师利菩萨，他就祈请文殊菩萨开他智慧。那因为他是个阉人，他就很惭愧，很惭愧的发愿，他就对天说：“他说这是我的因缘果报，所以我此生此世是生是不是丈夫了？我这个。”非为法器，因为六根不具，出家人他六根要具足啊，我六根不具，所以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法器佛弟子，我只能好好的修我的这个心，祈请文殊菩萨能够慈悲加倍。然后他这个第七天的时候真的感应道交，有遇到圣者就是文殊示现，文殊示现之后，结果他恢复丈夫身，不可思议，是不是？只能用四个字，不可思议。那因为他这非常非常的精进，不是只有这七天啊，只是说这七天他是一心不乱这样。后来他真的开悟了，然后晓悟华严的经义。华严不是那么好懂的，华严不是那么好懂，那是佛境界。所以呢，他就造了《华严论》600卷，这个是有入藏的，就是到这个藏经里面是有保留的。这是一个在家居士，从一个阉人在恢复丈夫身，在体悟的过程，值不值得我们敬仰？值得。值得，残缺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肉体，这个是因缘法而已，它不是残缺的主要理由。